即将于12月推出全新大碟的金曲歌王 JJ 林俊杰，为了给歌迷不一样的听觉响应，特地走出录音室到户外录音，还创下华语乐坛先例，使用人头录音技术，也就是把录音模式模拟成人的左右耳，打造 3D 超立体环绕音，只要戴上耳机，感觉好像 JJ 就在耳边清唱。斥资千万制作的 3D 耳机专辑，光录到第三首歌就已经超支，而且为了传达远离尘嚣，专注听着心中那首歌的意象，林俊杰还挑战水中摄影。只见他穿着西装，纵身一跃进5公尺深的游泳池。原本公司怕他不按水性，但自称有刘海强迫症的 JJ 直说，别的先不管，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招牌刘海会失控乱飘。Yes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